只有三六饼的牌吗？倒下来，我看看，你听牌没有？五万，听了吗？你听了啊？听了，确定啊？确定。还是我们都不想换牌，拼搏完了我。没宝，没宝，好，好，好了。三四五六七八九都不要啦，条子都不要啦，对不对？这牌，他只有三六饼的牌吗？倒下来，我看看。哎，他很老实，他就说倒就倒。真的，我厉不厉害？没有，很夸张。我过去看，真的害我都不敢讲话。我厉不厉害？我是不是想要三六饼？啊，算都算得出来啦，太可怕了。